来咔呀。我要说一下这个差距啊，就是在有机硅领域的差距。什么东西啊？有机硅。整高端局是吧？就是高分子化学材料这个东西是在。光光往上抬人干啥呢？高分子化学材料。高分子化学材料我怎么记着好像。我看过那一期，他跟我这个材料一比，他什么也不是。啊，有机硅那这个差距是差多远呢？有机硅算是在化学领域，算是化学领域里面的工业味精，它相当于它是个调味品。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有机硅现在是咋的？国外能产出，咱产不出来。我们能产的，我们达不到他们那种效果。我们有啊，有替代品，但是差距非常大。就是差到什么程度？你形容一下子。天差地别。不会别词儿了。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们、啊、就比如说咱拿显卡来讲的话，咱们做出来相当于几零几零。2060 Super。2060 Super, 他们做出来的呢？ 4090。他们做出来是4090，差这么多。嗯。完了那个有专利封锁，那就那个也不让他用。对。我这么跟你讲啊，我们现在从外面进口，我不说美国还是哪，就说从日本、啊、就一个 AF 系列的东西、啊、他们卖我们是86000多一公斤。有机硅。啊，对，有机硅行业一个类别。有机硅行业一个类别卖我们8万多一公斤。我们造的。我们没有。造不出来呀，咋造啊？不是，你不说我们能造出这2060咱们不也能造出来了吗？不是 ,2060 它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也有机硅，它分很多细分，因为我们这个是工业细分里、啊。这个、对，那这个应该是哪口的，我应该叫哪口的人呢？摇人我都不知道摇哪儿的。就摇高分子化学材料的就行，高分子化学材料啊。嗯，都明白。摇吧。然后你的论调是啥啊？是国内就不行这个。我的论调就是在国内目前的甲基乙烯基混合环体。就是乙烯基四环 DVMC 这个领域来讲、啊、我们跟别人差的非常多。啊、OK, 稍等啊。来有机硅高分子化学材料专业口的直播间哪个是上扣一来扣一抬杠的来整的确实够小众的我没听过。我听过海硅。我听过海龟，我听过王八汤，没听过有机龟啥。来，谁是相关口扣一？这点刚开播的人有点少，还没到半小时呢，才8000多人。快，有机龟高分子化学材料的，咱听听怎么的？那意思，外国都造出4090了，咱们2060S 呢还？来，赶紧管理房间管理面，看下面扣一的拉上来。一来就有活来了，高端局东西确实高端，那不知道技术上来讲，不知道听找个专业是一点没听过啊，这我是一点没听过，对不？这个东西拿出来是干啥用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感谢工藤、啊。它是会应用在很多的产品里面，包括、啊、但不限于啊，航空航天、军工。不是它，你讲话我说不好听，那个、生产胶皮圈的航空也能用上。啊、对，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干啥的？体现在哪个层面？耐高温。那上回咱们上回聊那个高分子那个材料，那个叫什么呢？外面那一层那个隔温的那个，这国内就产了。那都小儿科。那现在使的我们使的不是这玩意儿。对，我们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做不到他们那么高性能。那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需要进口。就是你看我们业余的，我们业外人们，他们那么高的性能，在那个。在那个国外体现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就太耐高温了，所以宇航员在太空下不来。不是这个意思，他耐高。你告诉我就他造出这东西就行，就我是可以理解。比如说他产出一个材料来，哎，往那个飞船外面叭一涂，哎，就扔火坑里面烧，他都不怕。但是呢，对，这个玩意儿它体现在干啥用上面？那你不能说，你说比如说那航天呢，那讲话人都接不下来呢。比如说我们讲坦克吧，啊，
坦克啊，就比如说这个材料可以使坦克外壁啊，包括它的内壁啊，就是说包括炮管，它长期啪啪啪啪发射炮弹啊，它的这个发射筒会过热，但是用这个材料之后会延，可以非常高性能的降低它的温度。啊、那我知道，给你找。包括在火箭，我找一个火箭外层涂层测试那小子，我看啊，我看看啊，哎，我那个做涂层测试那个，给我海外群那小子，给人做涂层测试那个谁，就这个东西上到军工军天，下到农药，它都属于说有机硅这个系列。有机硅 啊，包括蜜蜂胶 啊这些东西。来，谁是有机硅相关口的？管理网上抬人啊！我看看，我就找一下那小子叫啥名来，昨天还跟我说话了。哎呀，咋整呢？有机硅啊，这人名，大哥大是哪个口的？我以前专做有机硅的。啊，专做有机硅，什么民营厂子？对啊，民营厂子。然后呢？那他说这个情况怎么说？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环四、环六还是环什么？问你环几、啊？我说的是乙烯基四环体 VMC， 那不就环四吗？你说的是哪个环四？怎么会做不出来呢？哪个环四做不出来？你说的不就是环四吗？环四怎么会做不出来？我从上来到现在，我说的是我们有这种替代品，但是我们的性能跟人家差非常。你连简称不清楚吗？行业我还不清楚吗？都不清楚。我说的很清楚啊。我说的是环四，环四是什么东西啊？VMC 哥们儿，环四是什么东西？哥们儿，你先跟我说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假的呀、啊？全球有机硅单体产能约729万，其中70%产能分布在我国12家企业，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真的，这个是真的啊！但是产出来的狗屁不是，你的意思？不能说狗屁不是，就是有差距。你说的方向是错误的，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东西、啊、国内不是做不出来的，感觉青花浅出来，青花浅没法解释啊。你的意思是国内能够做出来？国内做是有机硅树脂合成的，有的是啊。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高性能的环四的高性能。这个不分高性能低性能啊。我这样，哎、我哎你不是哥们儿，你先别分高这样那样的了。我一听你感觉好像你跟这哥们儿对话，你俩都没搁一个调上的。人家说这个玩意儿就是产，只要叫这个型号，我理解是不是？只要叫这款，产出都是这款。完了，你非要唠这款的高性能，人说不存在这个的。哥们儿，那你先给证明一下咋存在的这个性能高低的，行不行？那我就说个最简单的啊，脱氧烷机的，他应该知道吧？你应该知道啊，你俩聊聊，你就是脱氧烷是单体啊，它是第一步合成的。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不，那如果说我们你知道，你先别说，你让他说，你别那我们如果是用杂化的方式，杂化的方式去合成它，比如说合成出来的，就是说甲基 MQ 的，好吧，我们就说甲基 MQ 的一个产品，我们也不说乙烯基的，就说甲基 MQ 的。我们目前出来的产品跟国外的，你认为差距大不大？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差距呢？这个玩意儿咋没有差距呢？那你说说差距是啥？我告诉你啊，这个玩意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只是硅树脂的一个单体而已。不是哥们儿，你这样，不是你这样的，来，哥们儿，你说一下吧，你问人家差距大不大？你先告诉我差距是怎么体现的？到现在说白了，你就拿显卡做了个比较，你跟我讲讲这差距是怎么体现的？比如说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上不了太空；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做不出这个来，对吧？你说说来。不是能上，就我们就举个例子，就还是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东西。它包括是在耐高温的角度也讲，还是说它的长效性来讲，就我们就很正常一个东西，我一个产品我用个3年5年它失效了，那外面的产品即便要花高代价来那个替代，但人家的时效就是比我们长。好，就是说使用寿命长，对吧？对对不对、啊、来大哥你给说说，他说使用寿命长，你给说说怎么回事。来，他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啊。有机硅耐高温使用寿命是长是短跟单体没多大关系，知道吧？他只是说你的一个树脂要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而已，
它跟那个东西能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说的东西是不是意思有机硅是种材料，这种材料只要用上了以后，看你要把它做成啥，就是只要用上了以后是一样的，有机硅不存在就像白酒一样有这个度数这一说吧。就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们知道的那个 PE 聚乙烯啊，他说的 MQ 呢就是乙烯。PE 乙烯聚合的呢就是 PE。就是聚乙烯。啊就这么一个东西，他说的只是这个单体。这个单体不用说别的，光浙江一个省一年几十万吨，这玩意儿能有什么难做的。我们就说一下浙江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安吧。新安你应该知道。我的老客户啊，有什么问题？你的老客户啊，他们现在老供应商不是老客户啊，老供应商是我供应商。我以为他是你客户呢，我是他是源头的源头呢。那就拿新安来举例子好不好？新安做出来的现在的有几个产品，比如说二苯基二乙氧基烷，这个你知道？你就接着往下说吧，哥们儿，磨叽死了。那现在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东西跟我们从进口采购的就是差很多。差哪儿啊？差哪儿？能不能具体说？性能、长效性能上。你不用说别的，什么指标？是纯度还是什么？它再纯的纯度它也要靠合成来达到它的性能，对不对？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东西的指标它是纯度问题还是杂质问题我都提醒你了，你说它什么东西差哪？闪点，闪点差多少？闪点啊，闪点，这个东西 90% 以上闪点差的都不是很，跟闪点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跟闪点没有关系呢？就我们比如说它的折光率，我们就以折光率来讲吧，或者说密度。那你到底是闪点还是折光率呢？每个指标都相差非常大。你大多少？什么东西折光率差多少？大到基本上是差 20% 了。20%， 你知道差吧？我们举个例子啊，折光率差 20%， 它的纯度差了多少？折光率怎么能依靠折光率来判断一个产品的纯度？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说这个话，我们没有，我说的是各项指标，我从来没有说纯度，哪个指标差 20%？ 折光率啊。折光率差 20%， 它的纯度会低到多少？知道吗？那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折光率？我当然知道啊。一个产品的折光率的指标大概在多少你知道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没有，我在问你这个话。化学里面很重要一个概念。这个物质纯还是不纯，它的折光率是可以测出来的，知道吧？我从来没有跟你唠这个纯不纯的东西，我只是在跟你说它的每项指标，比如说折光率，比如说密度，比如说闪点。我们先不说密度也不说闪点，我们先说折光率。啊好，说折光率。折光率是用阿贝斯折光仪来测的。对。如果折光率差 20%, 它的纯度会低到多少你能知道吗？它的纯度不能。有机物质的纯度，你有没有学过化学？折光率可以表示的，你知道吗？不是，你有没有学过有机化学？有机化学是靠折光率一个指标来测它的纯度吗？折光率是绝对可以的。你如果学过有机化学，在这个直播间里任何一个学过有机化学的它都可以用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圈可大了。来，那个谁是有机化学的？在有机化学，扣个一，来，有机化学，来，全部都做过这个实验啊？不是，谁做过这个实验？不是，咱先说，稍等一下啊，咱先拦一句。比如说，所有数据都差 20%， 哥们儿，你给我形容的是2060跟4090的显卡的区别，对吧？嗯，2060跟4090差 20% 吗？2060 Super。喂，没有啊，2060 Super 跟4090差 20% 吗？嗯。他这个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来，这个你说密度也好啊，你说折光率也好啊，他如果说差 20%, 就说明他的纯度至少在 80% 是以下的。哎，这来了一个学有机化学的。在 80% 以下，你去查一查中国任何一家厂你所说的那个产品哪个纯度低于 99% 了、啊、你不是在胡说八道吗？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依据 啊你一点依据没有，你上来纯抬杠。我听明白他说的这个逻辑了。随便这样，我手底下也有公司，你要不然来我公司上班，我看你能不能做出这个产品好不好。你要来我公司上班，哥们儿你是哪个公司啊？
不能说呀，说了不费了我啊。就是那个稍等一下吧，咱先又上来一个，来咱多听几个人知道。来九我那一季是、那个、是哪一口啊？啊，那个大王，我是学药学的啊，跟这有啥关系啊？就是专药学，我们就要得学有机化学、分期化学，这都是我们的必修。啊、那他，你给做客观的解释一下，他俩说的纯度，就是大哥的那个意思是啥呢？你如果说这个纯度差 20% 啊，不是折光率差 20%， 比如说对人家是 100% 吧，咱们是 80%， 那 80% 的话，你那个纯度就得是 80% 以下，纯度才会导致折光率差 20%。那我们的出厂指标呢是低于 99%， 他说那意思都少。你先给讲讲这个逻辑是不是合理的？是合理的，就是大哥大他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合理的，就是我目前已知，不管是国内产的还是国外产的，都是这一个药品或者说这个原料，对吧？那么我就是可以通过它的折光率去推断出它的纯度的，这个绝对是推得出来的啊。这个折光率推纯度是推得出来的哈。咱们先卡这儿来，对，一脉折光率能不能推出纯度？推不出来完整的程度。我想问，等会儿怎么又完整了呢？你怎么又加词呢？就是、刚才你跟大哥掰扯的时候，你说的是折光率跟这个纯度有什么关系？现在你又推不出完整的，咱先严谨点好不好？给我们这种外行的先听听，折光率跟纯度，你先告诉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你刚才说的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说的是，他说大哥大的意思是通过折光率可以推出完整准确的纯度。我说的是这个话不严谨，你是不是不能单靠一个数据啊？大哥什么时候推出完整准确的纯度？人家说的就是你只要折光率差 20%， 你的纯度就得低于 80%， 人家都为就是个大概范围，你因为国内生产的只要低于 99% 就不行了，你这不滚刀吗哥们？我们去百度啊，去查任何一本有机化学 啊，你去查有机化学实验、啊、有没有折光率测纯度这个实验就完了。有这个实验，我从一开始就说有这个实验，那你不能单靠折光率。你从一开始说的是有这个实验吗哥们？不是，我从一开始说的就是折光率可以推断，但是它不能说就凭借一个折光率就能推断出一个产品的完整。行，来我说点，我先给你上点我领域内的好吧，给你上点我领域内的。哥们，这2060跟4090是差这些吗？我刚刚跟他说的是环四的这个产品，不是你别以毒乱回，哥们儿，咱先说2090跟4090的问题。好，我们说2090跟四。来，你先给我看看屏幕上这图，你告诉我这是差20%吗？这个差70%。那现在这是哪一个？咱说的不对啊？哪这问题差哪儿了？你不20%吗？不是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好不是的话，好行，好没问题，跳过这个问题。大哥刚才跟你说的是，你说折光率闪点对吧？我们重新来捋一遍，你说是闪点有问题，折光率有问题，各项数据能差20%，这话你说了吧？对，好，差20%。大哥说的是折光率如果能差20%的话，你告诉我它纯度得是多少？因为大哥的逻辑是啥呢？他认为国内，当时他认为，咱现在还没有佐证啊。他认为国内低于 99% 纯度的就不存在，纯度都至少达 99%， 如果纯度能达到 99%， 那就不存在折光率能达到 20% 这个数字，这个咱俩是认同的吧？对吧？认同。好，那大哥说，所以问你说，你在说折光率差 20%， 他问你纯度有多少，然后你说的是纯度跟折光率没有关系，对不对？折光率是折光率，那个纯度是纯度，对不对？对啊，那现在人家上下面这个学这个有机的有机化学的上来跟你说了，通过这个折光率是能推出纯度的，你现在又说有这个事儿，那到底通折光率跟纯度有没有关系？我们来捋一下，我们来捋一下。你就回答问题，你别捋了，以你这逻辑捋不出来，你就告诉我有关系，有关系。为什么第一遍大哥跟你对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我说不能依靠。光靠一个折光率，人家也没说得出这个。那我现在问你，这麦上现在已经开始上专业人士了。我现在就这么问你：折光率差20%，它的纯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它没法通过一个折光率。好，没法通过一个的话，那我就说，如果要是想让这个折光率能达到20%的差距的话，就是跟纯度没有任何直线关系，对吧？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关系，那这个纯度有多少要求才能达到有 20% 的这个差距？不就这么简单吗？不是，它纯度只是它的一个指标 啊，纯度只是我现在的百度一下纯度到底能不能测
来，纯度能不能测折光率？正常百度不就完了吗？啊，来，不是不是，折光率是这是个基础的概念，学化学的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啊。就是嘛，来来，下面那个四脉是什么概念？啊，你好你好，我、啊、我就学化学的，然后现在一直也干、啊、也干着就是跟化学相关的啊。干了好多年了，然后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都讨论这个折光率和纯度啊？就你任何一个东西，它的那个纯度，不是它的折光率，就跟它的质量是一样的，就是它与生俱来的，它改变不了。对啊，哎，哥们儿，它改变不了，它是啥就是啥。然后所以说，那个我们现在用的所有高纯度的东西，都是一个理论的折光率值啊。来，那个一麦哥们儿，你给一麦哥们儿，你给念念这个话来。我可以念，折光率是指有机化合物最重要的物理常数之一啊，它可以准确的测出液体物质纯度的标准。重新念这俩字，精准精确啊！但是搞合成的，啊、他们啊，我们不能一味的靠着书本去那个东西、啊。我还是那句话，啊、搞合成的你不能单靠着。一个产品的标准不能单靠一个折光率来测出它的纯度啊啊 啊, 啊！我们讲的是这个产品的，不是原料啊 啊, 啊！那现在你直接用你的理论，你教教我，他也多了人不用摇了，就他们仨，你用你的理论，你证明一下国内这个不行在哪儿，行吧？咱接着往下说，咱不来说一下，咱不扯这个问题，对吧 ？OK 啊，就说一个 AF， 我们刚刚讲的是原、嗯，还是那句话，我刚刚讲的是浙江，他刚刚提到浙江，嗯、我说的是浙江新安的一个原料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差距在哪，就举个最基本的例子， AF 指纹油，不知道你们都接触过对不对，搞有机会的都接触过是不是，你别是不是是对不对的，你要不没接触我再跟你妈接触过来，你就直接把你结论说完，你得到啥呀？ OK， 跟国外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差距？哎，等会儿啊，区别和差距可不是一回事，差距刚才按你说是2060跟4090对吧，嗯，那就差距没有区别、啊、就差距、啊、就差距，那现在呢来吧，麦上几位他说的这玩意儿有没有差距？不好说，有啊，你但是呢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他认为的差距在哪里啊，对，那你说是差距性能，那不可能完全一样啊，性能哪些性能，把具体的指标量，所有性能，你不要说不可能所有性能，我包是所有性能，你包有啥用啊，哥们儿？你脑袋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我们，你把表练出来，我们一样说。我去开门去啊！你们搁这，你还是油耗也好，你说是密度也好，你还是什么样也好，对吧？还是我们一样讲，哪个地方到底差哪了，差多少？你把东西列出来。我说的是我们这个产品差了天壤地，不是？既然你说有差距，对不对？那这个产品，我就问你，这个产品既然要讲科技的问题，我们就按照科技的 OK 方法来，是吧？我们讲数据，通过数据来对比，什么东西差哪儿了，是吧？差了这个东西，差了这么多，到底会影响什么东西？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对不对？可以，没问题。我们就举一个。大金氟化工的21400，你知道吧？你不要又转到其他产品，你转其他产品又没啥意思。还是21400 AF 系列的，不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一样东西聊。我们意思是说，你说有差距，你告诉我具体是哪个指标的差距，你具体一点，我们再针对这个差距说。你不要跟我说性能有差距，那你性能你到底是它的哪个性质，对吧？你做出来就像刚才说的，好你说纯度 okay, 你说什么？就我们单举一个防指纹的能力，这个够具体吧？主要就是用途嘛，就说一个防指纹。防指纹能力不是单体决定的，是你的合成决定的，这是你的合成的技术。所以说我说的是 AF 系列，我们不是在聊单体，在聊单体就刚刚说的那个环四的。你刚才不在聊单体吗？我们现在聊的是 AF 系列的指纹油。防指纹油。对啊，输双输防指纹油有没有差距？输油，我姓马啊，你姓马？上中国专利网上，我有一个发明专利，专门写这个的，写了20多页的，你去查去。你有专利网上？那你说，你既然有专利网，哎，你为什么做出这么高成本？老弟，自从你知道大哥有专利以后，怎么感觉你说话客气多了呢？不是刚才招人上你那上班的时候了？我一向也不客气，我一直也没客气。不是，我怎么感觉你就语气都温和多了？你刚才不是招大哥上你上班去吗？就上你厂子上班吗？不说，他请不起我，来吧，
来吧，我怎么请不起你啊？杨们杨们那个劲儿呢，哥们儿，你只要哎，你只要能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你就来。啊哈哈，好吧、啊，刚才杨妹那个劲儿呢，要来你上我上班来吧。一听大哥有专利，怎么说话都客气了呢？软了呀，专利没有用。在这个行业，专利没有用。是谁做出来呢？德国的一叫 Nano Cooper 这个公司做出来的。2008年、2009年，我就仿这个产品，我就已经仿出来了。现在都2024了，不要再说这个产品了。你真仿出来了吗？我也没仿出来呢。你这个产品在市面上叫什么？啊？别，大哥不用回答，别套话。哥们，如果他仿出来了呢？你咋说？仿出来了，嗯，来我公司，我给他开。你哪公司？咱先听听，哥们。你老兄请不起。你别吹牛逼。哎呀，来你公司，哥们，你能多余搭理他？他说白了，我一听是说话这个水平，大概是属于啥呢？27、28岁，搁工厂门口当保安的，天天听不清人家上班下班，搁嘴里面讨论就这么两句，还来你公司？你他妈不吹呀、啊，哥们儿、你讲话一张嘴2060、40、30、30、80显卡你都没使过的选手，你我说点实际的，我说点实际的啊。如果说你这个产品在市面上有，并且性能能够达到它的那个性能，我给你一个年华，好不好？我也不让你来我上班了，哥们儿。谁差你那3000、2000的？你埋汰谁呢？哦、好，那我再来一个实际的，嗯、好不好？大哥大，你在哪？嗯，广东江门。我好，我在佛山，但是我明天，我后天。大后天，哎，后天应该后天吧，后天回佛山。如果说感谢我有哥嘉年华，别闭嘴，看什么叫嘉年华，你见过吗？哎，行，明白了，你听我讲完。嗯，如果说有，我直接负荆请罪，我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一幕，哇，好不好？你现在怎么？你现在你要如果是工厂保安，门口保安，你负荆请罪对人来讲有啥画面啊？你不得证明你是谁吗？不是，那这不行，那不行了，那就要给他搞那个保密措施呗。不是，你得先证明你牛逼，你是个业内人物，你确实是理解错误了，我们才证明你啥。你就门口保安，你现在卖茶叶蛋的，然后你现在你说，哎，我整错了，你去负荆请罪，哥们儿，见面你能跟大哥说上话，已经是你三生有幸，你还想见个面，你还想负荆请罪六斤的，你要啥画面啊？对不？你现在你证明一下你是什么人物？你说，我是什么人物？我是不如我给你个简单点道，你要证明我们，你说我是驴马，你是驴马，我就放过你，我不打理。我们公司是理事单位啊。哎，我这样吧，我现在能不能发一个那个图片出来？怎么着？你这要不你打开摄像头？打开摄像头你也看不到啊，在我手机里面的朋友圈里面的。那个下面几个麦来。上麦，大哥，你觉得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你大概给他，你给他把把脉，这是什么情况？这小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搞销售的，啊，感谢我七哥嘉年华，哎，来老弟，看不看过？但实际上呢，看不看过华吗？这些东西是一点都不懂。对，老弟一麦，老弟回来看嘉年华了，来，你再吹牛逼，你现在是第一楼二级小号，来看不看着华子？不是，我没看着，你再刷一个呗。不是，你看那个记录。啊，好，来了，你看你装逼，感谢我七哥两个娃娃，看不看着？3个、4个、5个，再逼着。我就说这么，再逼着，看不看着？我看着，但是我要说这么一句话，不是我服不服？服不服？先说服不服？七哥，你不行，你来我公司上班。你俩张嘴，谁都上你公司上班？你什么公司？口气这么大呀？服不服？感谢我七哥威武啊，说胡说话，还让七哥上你的上班，七哥一个飞毛腿跟公司给你移平的，还七哥上你的上班，真能吹牛逼。你先把嘴闭一会儿，你等会儿，我让下面大哥给你评价完，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别的我不好说，我给你介绍几个人吧，一个南张北黄啊，都是中国有机硅行业的院士。南张呢是张吉凯院士，北黄那个黄叫黄，应该是黄志堂啊。哎，张吉凯院士呢，现在应该在上海，90多了，是吧？就是
那你不用给他说，你不用给他说，他说白了，我感觉就是水平一般。你先跟我说说他大概是什么水平，就是干销售的相关产业的，最多是干销售，就甚至有可能干销售都算不上。有最差的，感谢七哥2000块的，感谢七哥，感谢兄弟们给榜一我七哥点关注啊，听听国际这一块的，就说白了，每天省能省不少报纸钱。哎，你们报纸你不用看了啊，以后就听七哥就行了。嗯，完了他是最多干个销售，大哥是吧，没啥水平。对，有机化学完全不懂，化学背景高中都到不了。啊，行，那我知道大哥你这样的，你消消气啊，你别跟他生气，别跟他一样的，来下那个。生啥气？对，一会儿我帮你出气，来耐我那个九我耐气，来你打开麦，你说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我跟大哥还不一样，我本身我是搞药品这一块的啊，所以他具体他说他是销售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我不去评价啊，而且我来的比较晚嘛，对，咱就从专业领域化学方面来讲，你觉得他是什么？我就只评价一点，就冲刚才他说那个纯度和那个折光那个折光率那些的问题，我觉得，但凡是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的，都不会干这事儿。这一下干到大学学历以下了。啊，大学学历以下销售都够呛能是正编的啊！现在两个证据啊，来那个三麦，你给说一下他这个什么情况？喂，听得到吗？啊，能听到，你说。我就是个学化学本科生，按道理来，我这个水平够低，对吧？啊，但你都能听懂刚才他说那些。但是刚才我发现有一个二位，特别是大哥大哈，我看来都是大佬，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问题啊，你一麦一直在说国内的，一直在说性能有差距，那么咱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实验逻辑，对不对？性能有差距，列举出性能什么差距，总要有对照组吧？那对照组一个数据你也没有给出，你给出了一个指纹抗性，对吧？指纹抗性，国外的指纹抗性做到什么程度了？国内做到什么程度了？包括你说的耐用性，国外做到什么程度了？耐用几年？更换期是多少？国内呢？那这个一点没有对比出来。还有一个就是那折光率的事情，折光率绝对是可以测纯度的，这个是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记得那会儿拿一小细针管往那个色谱里面打东西，往那色谱里面，第二个实验就是仅次于色谱那个实验，第二个就是折光率测纯度，这东西一定是有的啊。OK， 好，行，那我知道了，听懂了吧？专业领域里面来讲，狗屁不是，学历上来讲最多没上过大学，哎，职位上面来讲根本就是连销售都混不上，销售都得比他专业。来，那个五麦山姆大叔，山姆大叔给评价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来，山姆大叔。山姆大叔呢？说话，兄弟你好啊！你辽宁锦州汉青大哥，好，来滚出去，你个不要脸的，来啊！把嘴闭上来。那个汉青换你大号过来刷个火箭来，我给周年庆了，别天天搁这要画面啊啊！你这汉青的一天真是给辽宁锦州一天的人都丢老了，我说白了。来吧，一麦，给你评价完了，你有没有不服的地方？我要反驳一下啊，你说吧。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说过折光率跟纯度它是没有关系的。嗯，我说从合成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好的产品，它不可能说光通过一个折光率来测出这个产品的纯度。这样，你表态。嗯，你说狗说的折光率跟纯度没关系。啊，你说那我就说一句最基本的话，什么南张北，你说完我就不用解释，你说，我应该没说吧？说我现在有点自我怀疑了。狗说这话，那我不能说这个话，我应该没说。那你就别滚刀，好吧？啊，那什么南张北华，大哥大，括弧带个七哥，开个条件嘛？开啥条件呀？你是公司老板呢，哥们儿？我不是。那你开啥条件啊？HR 跟他说的一样 ，HR 是我姘头啊，你是 HR 是你姘头，哥们儿，我想问一下 ，HR 全称是啥？哪个 ？HR 的全称是啥？为什么叫 HR？ 全称是 PINGTOU。PINTOU 不是天，PING， 你给我念拼音呐？姘头。HR 的全称是啥？什么缩写？搞人力的什么缩写？搞人力的是好人，好人缩写 HR。在我的印象里面啊，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别滚刀，哥们儿招人，咱就说吧，像大哥这个级别的，有手里有自己专利的，绝对这也是民间绝对顶尖的人物，你能给开多少钱一个月？我听听。我最高能够开到
1.4K 多了1.4K 不了。我此时直播，我此时我直播间这个14K 啊，14K 1.4K 大哥在下面刚酝酿想骂人，一点开1400，大哥说我不得搁家吃老饱了，开1400，14K 此时此刻我直播间里面的啊，我直播间里面的搁上海开网约车的，呵呵呢，不过慢 ，wink， 来你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啊，我周一有一个咨询会，我一个小时1500。怎么说？想要证据可以，我可以给你截图。正好礼拜一。怎么说？不是我给我闭麦了，我咋说？嗯，没闭麦，你说吧。一个小时1.5K，一个小时1500咨询。还不干活就咨询回答问题？是一个人吗？还是说一个小时？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啊。大哥写大嫂孩子搁那坐8个人一个人你咋想问哥们你懂不懂啊那我给你添个社保。你快滚我能给到你最高的补贴。滚远点滚了别搁这装逼啊。你现实就搁厂区门口卖茶叶蛋的你别搁这装逼啊。大哥不好意思滴了这种傻子上来还得让你说了说一句啊感谢大哥了感谢大哥你甭搭理他这纯是跳梁小丑搁这啊。感谢大哥，感谢下面那个学化学的两个哥们儿啊，好吧，大哥，那感谢啊，别跟他生气啊，没事，好好，嗯，哈哈哈哈哈哈，哎，我给你交社保，怎么，大哥搁外边，大哥现实搁外面跑人力车的，没有社保，没劳保，没有五险一金。我说到这儿，我要说一嘴啊。啊、前面刚才这个小子刚上麦的时候跟大哥在这就是1v1俩人互不承认的时候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个评论区来了一帮刚才评论区是不是有一帮说大哥滚刀啊说我插嘴帮大哥说话说大哥滚刀说大哥没理刚才下面来一帮老三 D 人群啥的那个等级低的账号私密的啥也没有的哎，完了，张嘴狗屁，不是一滴了上麦还不上来那种的，你们咋不说话了呢？刚才像久旱逢甘露一般，期待是空降暴雨，但是终于能给博导一回了，来了，看着不要滚刀。此时只见天空一声闷雷，是下了一只大手，夸嚓一个大嘴巴子，说话呀，在蹦蹦啊，刚才那能耐呢？刚才搁下面不光光喊吗？滚刀了，滚刀了，就不能承认不如国内，不能国外吗？啊，就不能承认没有国外好吗？咱不滚刀接说呀，私密小号啊，用户大眼怪，然后账号私密，抖音记录你一点好都没有的美好生活，叭叭呀，跳啊！这刚才有评论区哇哇胡喊嘛，对对对，哎，有数据说呀，死老驴马。看着没就这帮人不但是盼着国内不好他盼着国内不好他要证明国内不好他要听着别人说国内不好他还得站起来为你振臂欢呼完了结果在直播间里面光光上了一大堆专业口的那有专利的大哥搞研究的学生上了一大堆轮番轰炸啪啪啪啪大嘴巴一顿抽抽完了以后我给你1400你上我公司来工作了吧我给你买劳保哈哈哈哈还得是你们的驴马呀真行长长见识对吧咱也长长见识。上来开局就摇人高端局完了上来咣咣打你脸。